你真不用带护具啊！说好了活动活动的，那小子不会下死手吧？哎，忘了告诉你啊，这次泰国站我可是第三轮第三回合将肯击败的，这应该算是目前俱乐部最好的成绩了吧？啊，是吗？好啊，那今天就让我看看你小子到底有长进。 力道还可以啊，要不要我省点劲儿，别伤着你？不可来真格的了啊！别控制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招架不住了？力道可以啊，来，算了，我少用点力，赶紧活动吧。 啊，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跟美雅已经确定关系了。你不恭喜我一下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回国当天。恭喜你。 真的，不开的。我跟美雅已经确定关系了。 神经病啊你啊！不是说好活动活动吗？忽然间发现，心被你填满。小心的试探，寻找着答案。哥，没事吧？再来，还来？来什么来不来了？再来。 这下服了吧？啊！你今天什么情况啊？不是说好活动活动的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
你不恭喜我一下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回国当天。你疯了！你血会断的。 不过这个女孩是个孤儿，是被林叔领养的。他们爷俩在这条街上经营这家店十几年了，风风雨雨不容易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女孩长得特别的清纯，特别的好看？大哥，你什么眼光啊？ 什么眼光？你刚才不也盯着那边看了好半天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许打人姑娘主意啊，谁都可以，她不行，人家是个好姑娘，跟你玩不起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她现在是我的女人，你可不能打她主意啊。 病，缺心眼儿吧你？你是我兄弟，嗯？梅雅。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跟那个黎微微走得太近，她以前怎么对你的，你不会全都忘了吧？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，就让她过去吧。其实黎微微这个人还是很性情的，她现在弄这么大的变化，从心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你怎么知道她不是故意的？她现在表面上跟你打成一片，没准背地搅和你跟欧阳的关系呢。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。好了。 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对了，思雨，这个姐妹链你戴着没有？没有啊。你为什么不戴？你想啊，你跟欧阳已经在一起了，他送给你的，我怎么好跟你戴一样的嘛？哎呀，没关系的。虽然这个项链是欧阳送的，但是这是我们俩的姐妹链，管他谁送的呢。那好。 那我回去就戴上。徐思雨突然休学回国，为什么呀？ 就是因为他抵挡不住对欧阳的思念，他一门心思的想要回来追求欧阳。还有，你说欧阳给你们俩买了一模一样的项链，你傻了吧唧的把它当姐妹链戴，你见他戴过吗？他为什么不戴呀？就是因为你们俩的项链一模一样，而且都是欧阳买的，所以他不想戴。 跟在你身后，心跳莫名。不怪你原谅我没有及时逃离开心意，是因为你怕牵我的手我会逃避。也许我没有心里的。喂，梅雅，你睡了吗？ 没呢，你干嘛呢？我现在想见你，我在你们家门口。哦，那你等我，我现在就出来。
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。如果有一个比我还优秀的男人，他既成熟又善解人意，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爱你，在你身后为你默默的付出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你大晚上的跑过来，就是要问我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啊？你快回答我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我心里没有多余的地方去做多余的选择。我明白了。那如果有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孩，比我漂亮，比我富有，比我高贵，最重要的是她一直默默地爱着你，我能为你做的她都能为你做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你说的不会是黎薇薇吧？她除了比你富有，其他的你可一样都不差。我只是打一个比方，你会怎么选？